本能抗拒。要包租婆，要包租婆。有这种漂亮的包租婆吗？嘿，我自己本人就是包租婆。哦哦哦，星星月亮都有了，哇，太好了。这道理啊，道理啊，道理啊。还是找了自己的化妆团队。他很给你面子，没有？制片，制片，楼上演员好了吗？楼上演员好了吗？请问一下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可以先拍邻里的吗？还是拍单人的吗？姐姐，那我先下去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姐姐下来了吗？催一下姐姐下来。姐姐，姐姐，色姐下来喽，色姐下来喽。你看，拿我手机在那照相。好，来。我想让你们来看。不行，位置，位置。不要蹦，不要蹦。位置，你的中心点在下面，看见没有？中心点不要离开，来。转，转。节奏，转转动作。这个 MV 就是一直在下台阶转圈哈。站，转，再来，好。OK， 脸很臭哎。姐姐呢？没回，不知道。姐姐呢？姐姐呢？姐姐呢？嗓子都哑了。姐姐还在梳头呢，要重新的别一次。别一次，重新别一次。哇，没有区别哈。我还拎着那个包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嗯，我们拍到10点到10点半。哎呀，我们慢了半个小时，怎么都赶不回来，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全景？就前面一段嘛。这里可能拍到正好他们开门了，前面一段四个人高格，就刚才那样的。那去吧。走走走。哇，他们只要一进来就拍不了了。我们在楼梯上分别带着自己的家伙往下跑，要集合了，然后聚集在一块儿，然后转向镜头看我的生活，然后当然走下来。要不要走到下面？这里就大家在上面谈，谈完了以后可以慢慢再四个人一块儿往下走。来，烟点一下下面的烟饼。好，来来来，演员准备，一个。哇，酷哎。哎呦，这个烟，古装的味道，好臭！准备 ，rolling， 出，出了，一个，因为没有副导演在后面 ，Q 听不见，再来一次，来 ，rolling， 来出，走，快点，第二个。来第三个，凌云，这个动作不要犹豫，定好这个点就不要犹豫了。哦，怎么？哎呦，凌云，你欺负我吧？每次都是因为凌云啊。凌云，食物链底端哎。我现在是传奇。姐姐出，摆 pose， 不要出，还没人站出。不要出，还没人站出。不行，再回去。你看你，没掉，你要出。准备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，谢谢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，谢谢。哎，不就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。快，还有10分钟啊！嗨起来，往下走。有感觉，哎，这衣服也是好看的，我觉得。抬起来。好，过开。只有4分钟了。哇，陈导卡的好准啊。
还有一句词，一个从这里出，一个从这里出，两个从这里出。四位演员辛苦一下，站一下。大洛凌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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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疯了，导演。王大洛凌云来了来了，也没有退场导演。没有，就只有 all in one。大洛凌云来了来了，凌云凌云，快点！来了，我先拿道具。我忘了拿鼓。去哪了？王大陆，怎么回事？拿道具。王大陆，快点！去哪了？去哪儿啊你？去哪儿了？等你等多久了？你姐姐永远在不中。不管外面忙成什么样，姐姐都在不中。等太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三分钟之内拍完，没问题。准备，出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看我的生活，耶，好看，吃午饭。哇，厉害！卡得很准啊，还省回来十五分钟。凌云给王大陆补妆啊，先补我先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下午的就轻松一些了，而且我们把进度拉回来嘞，就一定的啊，换完衣服就快很多啊。你这天天像被打了，对，像被 K 了一下，脸凹，嘎气。你看江姐还在那自拍，我都服了，王明好好吓人。哎呦喂，你怎么那么迷恋这个造型？这快化妆师，快搞头发！你这头发这样子不行吗？拿梳子对梳开。有没有人有佘诗曼年轻的时候的海报啊？就是最早刚出道的那时候的，然后你拿着他的海报贴在墙上。佘姐一定会在节目播的时候说，她现在不美吗？美。凌云到你了，凌云。不要。哎呀，睡一下，累死，困了。你就欺负我，你就不敢欺负佘姐。不是，我就是，行吧，算了。他自拍就是已经拍完了，没事做了。你要坐一会儿。不用，你睡你睡，我在补妆。姐姐又在补妆。把东西收一收，先拍姐姐的房间，你们先去那个房间休息吧。好。演员就是这样，一直等到没劲。能帮我把灯关一下吗？谢谢。场务老师，这个多余的凳子搬出去了。演员的区域会是这一个，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对，好了吗？够了。姐姐过来。开机。姐姐，你靠近冰箱一点点，我怕跟这边。他靠近冰箱，我就没。他靠近冰箱就是没有灯，没有光。找光。你把灯稍微补一点，不能，哎，不能变光了呀，不能变光了，那就出来，什么都别动，那就出来吧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 OK 了，来来来来。